每个人都可以是报道者。因为以前会觉得过去的新闻报道者好像是在某些人的手中，可是我觉得现在每个消费者也都在参与这个新闻，他可能是新闻事件的报道者，也有可能是新闻事件的参与者。那我觉得这是 UGC content 最近这么 popular 的原因。那你可以来策动这个报道，并且那个报道的角度，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想法在这里面，这是我所期待的新闻的样貌。